家是养柯基叫枕头，对，你看他，他已经十岁了，但是他就你看不太玩玩具，那其实会玩，但是只是说就是每次都咬了不回来，所以说我想说借由这次的上课可以学习一些方法跟他互动，可以再加强一点，对啊，然后。我觉得玩具厂商可以配合狗狗年纪，依它适合它的选择，觉得很棒。对啊。不然对于今天的课程感觉如何？感觉如何？就其实有很多很多概念，其实以前都不知道，所以其实太晚知道了吗？都已经十岁了吗？对啊，但是还可以，还是训练还是可以的。对啊，那至少还是会有兴趣的。对啊，就是回家跟他玩的时候，会比较知道怎么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动脑啊。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要想要跟他玩，我也想要玩，你丢出去他不回来有点伤心，所以就可以学一些方法，让他也得到奖励，然后也可以得到一些，就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回馈，这样。对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你今天拿到什么？对啊，今天拿到一只海狮。然后羊跟这个圈圈，他的帽子，对，然后还有几包零食，这个对，然后大概一下子就吃完了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他是嫩嫩，对，是不是五个月的罗威纳？然后因为是刚好。去宠物展，然后其实就刚好要再找他的玩具啊，因为其实讲真的，玩具那么多种，也不知道要找哪一种，那就刚好有这个机会来上这个课，然后认识玩具，也认识要怎么跟他互动会比较好，因为其实大型犬一般比较少，我之前是养中型犬，然后我觉得大型犬的教导方式一定不一样，加上他又是那种比较有力，对。所以就想说，就是来上课，然后认识一下要怎么跟他互动，对。大概上完课程的感觉呢？上完课程的感觉就比较知道要怎么去引导他，然后跟我自己可能，但主人也要做一些改善，这样才会让他对他比较好啦。对。好，那你今天拿到什么玩具？今天拿到这个海星，还有一个。没关系，甜甜圈的东西，然后一个这个三角的零食有三包，好，大丰收，谢谢。是去宠物展，然后看到这个资讯，哦，因为他之前在家都是玩那种绒毛娃娃，然后他就玩一下，他就爆了，他就吃掉棉花不玩，然后后来就。好，就是比较少跟他玩拉扯，但来这里有学到一些跟他玩拉扯的方法。嗯，觉得而且还很喜欢这个玩具，他一直咬的。嗯，谢谢。那你今天收到什么玩具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吗？有龙虾，还有这个飞盘，然后還有一个圆甜甜圈，对，他都很喜欢。还有零食，对不对？对。就宠物展看到，然后也有买那个玩具，然后就是他蛮喜欢的，对，然后也蛮耐咬的，对，所以就想让他玩，就是试不同的玩法，对。那你觉得今天课程上完的感觉如何？还是有学到什么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只是就是他可能还是因为其他狗太分心了，对，可是应该是在家里先再慢慢练习这样子，对，应该会状况会慢慢好很多。这样，那你今天拿到什么？可以给我们看一下。有那个圈，像甜甜圈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牛吧，然后还有这个蛇，这个感觉很好玩，就是因为它很大声，所以回家给它咬。对，你画，你还有很多包零食，不错不错。对，它应该会很开心。想吃吗？